守护伴随着森林万物的生意树，世界树尤克多拉西路。一丛有时阵像妈妈同款温暖，有时阵像爸爸同款严格大树，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失去力量的阿斯加鲁众神，迎面而来的敌人是双巨人甲地角的战士。听见世界响起的号角声，诸神奥丁告知了众神。诸神的黄昏已经来啊，要把敌人全部拢清清掉哈。连尤古多拉西路的囚禁收获着乌鲁多之传的罗伦三姊妹，其中一位西鲁神贝鲁丹蒂注意到清气的乌鲁多之传开始变垃圾了。尤古多拉西路一定有问题，啊！伊就心口迄个拿枪口口嫌早前半的股东贝鲁丹蒂开始着手调查了世界树。伊得知了这个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奥丁，这下唔好啊啦！乌鲁的之船伊开始变垃圾啊啦！啊，是女神啊，安是是安那？啊，乌鲁的之船吼是尤克多拉西路的根源之一啦。迄、那个水吼、哦、是唔通变垃圾的啦。我原本吼、哦、嘛希望是倒位的吼捂唔着就好啊啦。啊，不过吼、哦、我甲乌鲁多甲斯库鲁多调查了后，阮发现着尤克多拉西路的手机唔知去有啥凹断去啊啦。啊，哪会安尼？尤古多拉西路吼是生命之源呐，迄树根吼，若去后登带登去厝吼，迄世界树早晚会打去啦。我想吼，咱嘛会拢会无啦。哦，啊，到底是谁啦？嘿，看来众神开始的无力，这消息是真的哦。啊你啊你是要吞啊双巨人哪会在这啦？哦，看来只要我这个神坑部队吼，就能把恁全部解决了啦。哦，刚出什么状况哦？哎，是女神，啊帮我拍一下啦。在咯。啊，生麒麟啊！啊，你哪会出来伫遮，阁要共拍哈？奥丁，由我来讲。哦，是托鲁哦，
啊，这卖是啥物情形啦？我拄为胡丽霞回来，三个人拢出兵，要打阿斯加德。你讲啥？啊，托鲁啊，你这卖照计迄新手也阁袂歹进行吼，这卖就随去支援胡丽啦。啊，唔好想我哦。遵命。爱卡西利耶，哎，尤克多拉西路受到伤害，啊，咱原本的力量吼，一直慢慢啊无去啊啦。哼，无成奥丁，我怕死生机人。就当托鲁找到阵型启程，比如当地登去了乌鲁多之船之后，一切亲像等了真久一般。阿斯加鲁各地拢发生了战火，连阵型拢无敌的情形下，会当对抗敌军的只剩了诸神奥丁因一家人了。啊，未输咧，等阵型全部出去共款，啊，敌人全部拢走入来。欸，迄谁，甲我的斯咧普尼鲁甲伊带过来，好，我要甲因甲喊喊出去。哦，斯咧普尼鲁，你伫咧对我好啦。啊，是讲你哪会变安尼啦？啊！你讲啥？迄种笨手，你安尼就教啊？哦，啊，毋着遮厉害。来哦，下下当拍的人吼，剑都提起来啊，啊，甲遮笨手拢挂挂出去啦。大兄，你足无情的呢！啊，代志拢遐严重啊，啊嘛袂敢叫一个。哦，我落去你有伫咧哦。啊，斗阵来啊，大兄，咱同齐拍。嗯，啊，无就斗阵拍啊。去死啦！死鸟鼠，安尼当作拍赢我。啊，不愧是阮哥哥，啊，不过敢咱过来安尼。那和因甲神奇灵合作哦，迄都枭雄啊啦！啊，不过吼，看起来嘛无啥嘛。确实，拄个敌人吼是乱了五寸啦。啊，不过安尼来当解决吼嘛好啦。大哥啊，咱遮吼佫派一支援军互托瑞，你感觉安那呢？谁讲啥？啊，即摆尤克多拉西鲁吼已经开始咧枯萎啊啦。
都算是托路因吼，嘛绝对会陷入苦境啦。我讲弟弟啊，你是为啥遐听到尤克多拉死路的代志？这件代志只有一挂人知影呢。无啦，啊，我个人是吼，无说你听到大哥吼，你甲托路咧讲话啦。啊，你看，啊，我唔是像较早吼，我都是一个顺风耳，有无？啊哈哈哈哈哈哈！哦，我看敌人吼嘛无啥物才调啦。哦，我去领一支棍来拍敌人好啊啦，吼、哦！祝大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哎、欸，甲我当个洛基。哎、欸，我话还未讲完呢。洛基离开了奥丁，进入减弱的阿斯加德军。敌人看准了这个机会。身影再度涌现，这名敌人是芬利流。